天子，这是何意啊？恭喜大王，天子的意思是恳请大王早成天命。哼，吾年少德伯，怎么能做这样不臣之事？大王，眼下是天时地利人和皆备，大王又何必推辞呢？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 我看未必吧，此事还是从长计议。先回吧。大王，请回吧。是。传廷尉钟繇觐见。 拜见大王，快请进。谢大王。廷尉，没有在邺城留守，为何来此地啊？臣来献大王三件宝物。三件宝物？可是又寻得了碑文。<笑>此乃国之重宝，并非任何碑文所比。此乃臣的劝进表文。 廷尉也是不能免俗啊！若是只是未能免俗，臣便不敢来了。请大王看过这后两样，便知臣的劝进乃真心诚意。此乃司马懿在牢中书写的新政十条。司马懿是让孤放心，是。 可是孤实在放不下心，方才还看了谯县的田册，千亩良田，均被清贵所占。可见这天下事，司马懿斗得过他们吗？大王比臣更了解司马懿，世事难料。 这第三样呢？这是何物？1000太学生上表请行新政。这么说，世族之中，太学之中，皆拥戴新政，是拥戴大王的新政，有大臣之情，定国之策，世人。 向往新朝之心，大王以得天时地利人和，立法义，执法难，故不想做一日天子。新政乃臣群司马懿所创，众矢之的也是司马懿和臣群，他们去打，大王来啦。 千夫所指，无疾而终。孤道要看看，这些宗亲能扛多久。廷尉，孤还有一件小事相求。大王，请讲。司马懿，孤看还是先让我们出来。是。什么什么什么？还不肯接受？ 朕已经三次劝他了，啊，朕三次退位，他还不愿意接受，他还想让朕怎么着？陛下，魏王一再推辞，臣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啊，那这么着，你跟他说呀，朕呢去瞧县，朕亲自去求他，这求他呀。 你跟他说，这天下人的唾骂落不到他身上，朕担着，他就当是救救天下人，救救朕，行不行？以陛下的身份去合适吗？我说合适就合适。是，臣这就去。
和是什么？哎，你说合适吗？哎呀，你说嘛！你说朕这30年的皇帝，干过一件合适吗的事情吗？做过吗？啊！你说，皇帝做到朕这个份上，是不是有点那什么，旷古捉今呐？送不出去，那就叫旷古烁今。旷古烁今，旷古烁今，也算占了一头。大王，这个鸭子呀，可不是一般的鸭子，是咱们乔县山里的野鸭。在外地绝对吃不到，这个味儿啊，炖的就是透，肉质呢极其松软。我尝尝，我尝，来尝尝。哼，你说的。怎么样，大王？好吃。哎，阿翁，你也尝尝。谢大王。哎，来来来来，你也尝尝啊！不敢不敢。大王，陛下是诚心禅让的，陛下已经准备启程了。大王，大王就接了吧，啊！哎，一路多风尘。陛下，身子弱，怎么受得了啊？他可是天子啊！君命召，不私驾而行，孤去见他。哎，大王，那咱们觐见陛下，还带兵吗？别带了吧。少带点吧。带多少？20000。20000，再吓着天子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5000吧。5000，行，5000就5000。臣领命。来。新宫阙比这大5倍，父亲，你们在这里守着，不去见见他。臣带兵护卫。不必了，这已经不是20年前了。